校长，各位教职员，各位毕业生，大家好。又到了凤凰花开的季节，也代表着毕业季的到来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没办法亲自到场祝福各位，所以用录影的方式，衷心的祝福各位毕业生毕业快乐。毕业是一个里程碑，毕业不是结束，而是另外一个新的征途。当你们准备踏上新的征途的时候，请别忘了曾经教导过你们的师长，跟他们说一声谢谢。在往后的人生旅途中，就像爬山，山路是崎岖的，山路是漫长的。如果没有经过这些困难，就不会看到美丽的风景。往后，如果各位毕业生遇到困难，就请回母校看看，回母校走走，相信这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。在此，仅代表大园区家长会长协会，祝福各位毕业生鹏程万里，顺利平安，谢谢。